现在我们要来坐 BTS 到蒙旗站去卡都卡，我们大部分都是价钱很低，有一些低到是你自己杀价都觉得不好意思。看了我们就来这边买泰国街边的炸鸡，那一大份才20到50块。然后这个是他们的煎鸟蛋，上面有酱汁，然后底下有附生菜沙拉，可以淋在上面一起吃。这是炸虾。然后我们现在逛累的话可以进来，他们上面都有这种奶沙卷。然后大家就是逛到累了就可以进来。Thank you。中途换了一个很峨眉的包装。这是什么炸旗鱼鲫鱼丸吧？我买一个蛋，40块就一份那么多那么多。Little， 这是我们要做的波音777，现在等登机时间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真的强烈大家，来泰国可以体验一下它那个嘟嘟车很方便啊，只是空气可能不太好，但是很方便，而且非常非常的快，然后司机每个都是神乎其技的，逆向什么的各种都来。对，那现在我们要来坐 BTS 到蒙旗站去卡都卡。买了一个泰奶茶，这个是喝绿的很甜，然后泰国的冰很爽，就是冰块全部都超多的，因为你真的太热了，所以你不会计较它的冰块，真的超爽的。Hello， 我们进来喽，超多人的，你看它里面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很多条路一直走，大家进来以后就是同一个摊位，你绝对找不到第二次，所以你就是一直逛，看到就想买，看到买就买，因为超便宜的。那我们现在要吃这个。椰子冰淇淋超好吃的，之前在水上人家吃到超好吃的。你说啊，你说。哦。我就觉得加花生才好吃啊。OK。Thank you。这个超好吃的。大家进来的话，我建议就直接先买一个这个超大的袋子，因为你可能会买很多东西。那一个才80块而已，超便宜的。这是什么炸旗鱼鲫鱼丸吧？我买一个。40块就一份那么多。我这个块就3条。4条。Little。很少。还是也是。那你要用这个袋子量吗？好。你看我们的炸旗鱼，炸里面是炸黑轮，比较软，然后外面是脆脆的，像旗鱼那样。酱嘞？酱有点像糖醋酸甜酱，然后有点辣辣的，蛮多人来买的，这一件可以吃哦。现在逛累的话可以进来，他们上面都有这种奶沙卷，奶沙卷这边你可以来这边按一下脚，真的会很舒服。虽然环境比较简陋，但是很舒服。Hello， 大家就是逛到累了就可以进来。它就是一间这样子。还可以中途换的，我的还可以中途换的，感觉来了一个武功高强的。Thank you， 中途换了一个很峨眉包子。买回去过完很漂亮，而且是超便宜的吧？好像一串都还不到100块哦，100这样。黑色比较讨厌，好讨厌啊！又买椰子冰啦，
不止了，不知道喝几次几次了，真的太好吃了。烤猪肉串，烤猪肉串好吃哦。然后这个是他们的煎鸟蛋，上面有酱汁，然后底下有附生菜沙拉，可以淋在上面一起吃，味道还不错。买的这是什么？烤香肠跟烤猪肉串。他们的泰国的烤猪肉串都一串都10块20块而已，很好吃，很便宜。然后这是炸虾，炸虾，这是炸虾，份200。Thank you。太难。它这个蛋就是其实冷掉，但是里面的是半熟蛋。烤猪肉串，超好吃的，很嫩而且很多汁啊，还不错哎，它里面有那个蜂蜜。Thank you。里面是有蜂蜜的味道的绿茶，还不错喝。那是什么？是香肠吗？泰式香肠。嗯，我不喜欢香肠，我不喜欢。它里面的香料跟台湾的差好多，很重的香茅味，而且口感没有很好。皮太厚了，虾子很少，皮太厚了。可以烤猪肉串最安全。看了，我们就来这边买。泰国街边的炸鸡，那一大份才20到50块，然后你可以在旁边自己加酱料，来加个泰式酱。哦，番茄酱。买一个炸鸡胸，真的感觉像鸡胸肉。跟台湾的市场炸鸡很像，它便宜很多，全部都是肉，它帮你鸡胸肉全部切成一块一块的，好像50吧，超多的，要50块，还不错，还蛮好吃的，而且不用咬骨头，很方便。来泰国应该就是我把在台湾喝一年的饮料都把它喝遍了，太热了。哇，这边买衣服还帮你弄这个漱口袋装哎，对啊，一件189，然后还送这个漱口袋，对啊，好划算啊。这件很特殊哎，这超复古的，哥吉拉对基多拉。我买这个挂墙上，哇200，也好恶哦。泰国的香肠，我是觉得真的还是台湾的香肠最好吃啊。泰国的香肠可以不用常吃，没关系。现在已经夕阳了，人还是超多的。我觉得大家的耐热能力都很好，从早逛到晚，妈死了，好累啊。好啦，接下来就走一走，等一下出去玩就结束卡图卡，晚上要去泰式按摩啦。那这个总结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卡图卡来泰国的人一定要来这边看看，然后那个真的太大了，而且你可能来了4-5次以上你都逛不完，然后里面的小吃就是边走边吃啊，然后看到很多新奇的小物品这样子买，然后大部分都是价钱很低，有一些低到是你自己杀价都觉得不好意思，很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，到处都有卖的，对，到处都是椰子冰淇淋，什么很多啊，超多的椰子冰淇淋一定要吃，水上人家我们那时候吃到真的太惊艳了，超好吃，真的超好吃。好了，下一步见，拜拜。